么影片里把原住民形容的那么无知，尤其是邦啊这个词，更让原住民立委陈莹听了很光火。请教这个原民会主委，阿美族话的这个邦啊是什么意思？不好听的话。是怎么样的不好听？大声一点讲。是指男人的生殖器。行政院长吴敦义和陆委会主委赖信元站在质询台上看傻眼，不敢相信这是海基会的宣传片。如果这样来称呼女孩子的话呢，就是你的就是只说你不守妇道。那为什么陆委会怎么会允许你们是海基会的这个监督的机关哦？你允许这个广告再继续这样子播出吗？这样继续称呼原住民吗？这个不要说是财团法人委托做的广告啊，那就算是一般商业机关做的广告也不应该啊。蔡雅嘎在网络上有超过10万粉丝，日前杨淑君的亚运经历黑袜风波，蔡雅嘎推出力挺杨淑君影片才让她爆红，只是这风格是不是和政府单位宣传片，行政院长这个反应就是最好答案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